庭过去因演出《小时代》系列爆红，气质形象神指人性，而近日他与向佐说要出席多伦多国际电影节，久未露面，他新造型瞬间引起讨论。只见他穿着一身黑，画上病态妆容，跟戴上黑色短夹发，与过去仙气满满形象差超远的个性路线，网友看了都吓了一跳，纷纷惊呼：“我以为是蜡像，救命！我印象中的郭碧婷不是这样的，图里面的是谁？你们不要骗我！万圣节还没到好像被吸干了元气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让众人看了都超崩溃啊！”you